是上衣有两种穿搭，一个是把它穿上肩，穿上来有没有一点小公主袖的感觉，手袖一样非常的舒服，微蓬蓬，然后做一个小收手给大家，可是它不会缩在我们的手上，完全亲肤舒服。长度的部分我觉得它刚好靠在我们的裤头，有没有看到腰身，然后它又是这种可爱的 QQ 毛，这边有没有两条线让你的胸部 up up 再做一个扭结，所以即便你是上身比较没肉的粉丝都不用担心，就是让你 up up， 它是有点这种小毛线，但是毛不是毛衣，它呢就是一个小毛线，很可爱的 QQ 小毛线，不需要整烫，这边是完全全高弹的，哒哒，它会帮你定位，因为它有做松紧带，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，如果你想拍照啊，或是想要就是约会的时候，它是不易掉下来，而且又可以完美，而且又有这种扭结的一个效果。来，它的内里是做这样子的，它的内里跟外层的布料不一样，所以呢在靠近亲肤的地方它不是跟外层一样的布料，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它穿在身上会刺刺痒痒，它里面是丝滑滑顺的内里，绿色不要怕，绿色超美超白超亮。再来，不用担心你穿不下，后面我们都偷偷帮你做上看不见的隐形松紧，所以呢 SML 都可以穿。